家都问得非常完美。我现在在那个录制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，现在在宿舍里面刚刚起床，然后刚刚去化完一点点的小妆，还没有化完，化了一个70%吧，做了个头发。这是我们的宿舍，然后这边呢是三人间，姐姐的房间就先不进去了。然后我们住在二楼，我们一共有三间房间，一间是三人间，一间两人间，一间一人间。看这谁在吃饭？倩姐早。早。你在吃什么？米粉。这是我的 vlog。嗨。嘿嘿嘿，我再给大家参观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客厅。啊，外面的风景还不错。你要看一下应该要看一下客厅外面的观景大湖。观景大湖，对，我们一次都没出去过，但是其实真的还蛮舒服的外面，那就蚊子太多了，哎呦我天哪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我们的厨房，因为这还是敞开式开放厨房，还有地中海风格了，蓝色的。这个宿舍的姐姐呢，现在是有叮当姐，然后还有白冰姐，还有金沙姐，还有万茜姐，和我和梦辰，我们六个人。你看这个姐姐多养生，全都是要喝热水的。姐姐们还自己带锅，看叮当姐的菜，我的天，她的菜，还有她的这个米酒，她要做什么酒酿什么圆子还是什么的给我们吃，她真的是非常的养生啊。这是我们的，我们还有个体重秤，每天还要称一下。我来称一下我多少斤啊，今天46.3。哎呦，我的指甲好害羞啊。好，我们要曝光一下万茜姐姐的体重了。倩姐比我高，倩姐比我高。我肚子里面还有一碗粉。哎，对，一碗粉值多少？一碗粉至少有2斤。啊，怎么是白冰姐姐？这是药王。来，倩姐。倩姐。哦，对，你的那个面包，昨天给的面包特别好吃。我还有两片面呢。好。整个别墅一共有6个人。嗯。只有2个全夫人。谁是全夫人呢？我呀。哈哈哈哈。定的我呀。徐晨，你要入画吗？我并不想跟你入画。哇，好坏，他真的。徐晨，我就曝光你的名字，在我的 vlog。他居然说不想跟我一起入画。哎，这是我们的化妆间，这是我的化妆师花花，金沙姐 ，Hello， 我的 vlog， 啊，嗯，跟大家，这是他。哎，我们看一下沈梦辰同学他在干嘛？干什么？沈梦辰现在在弄头发，他现在没有画口红，他有点害羞，而且脸肿到爆。他真的早上起来肿到不行，我不懂。他其实晚上都不喝水，他真的是一个仙人掌，他不喝水。仙人掌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早上肿到爆，因为年轻。我可以肿。自信啊你啊！哇，真的好肿，天哪！怎么会肿成这样？怎么会肿成这样啊？我接下来赶紧要把我的头发弄一下。今天化完妆了，然后准备出发，但是我还没有吃早餐。荷包蛋还爱心的，那么我们每天早上都有一杯咖啡，每天中午和晚上一瓶牛奶，一杯咖啡，两个鸡蛋，一个粥，两碗面，其实还有一个粉，还有玉米。这每天我们的早餐，但真的吃不完，好浪费。我要跟他们说一下，他们说了，其实已经，但他们老还是准备。
们要出发了。哒哒哒哒。吃完了口红都白涂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什么东西？全都是机器。干什么城？还拿着个小米粥做城。很执着。我必须把它吃完。非常的执着。不吃饱没有力气。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后天就公演。怎么回事啊？熄火而已啊，你不要紧张好不好？哇，一定要把什么成这个剪进去。葛大是葛王。葛王，我们到了。哦，我那个话，你看什么成背着个水壶，我真的是。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哎呀，我们今天终于走正门了。我们其实原本这边是有口红的，我们的口红都不见了，就我的签名的。倩姐在哪里？这倩姐好可爱哦。哎哎，很可爱。等一下，我想知道这是谁的签名啊。我也想知道。不是李三妮吗？这谁的签名啊？谁的签名啊？这个要问一下。啊，我的静静快。哇，我天，你快看静姐，快看静姐。静姐，天哪，你太厉害了！因为我那天说想试一下黑色的口红，哦，这是黑色。对，静姐，下次我送你一个绿色。绿，我看到了，我没敢买。你看到了，还有蓝色也很好看。对，都看到了，我没敢买。什么？就杂志拍杂志，硬照的话才敢尝试。这是我们的化妆。是，前面有机器，后面也有机器，这里还有一个小镜子，我们都得侧坐，因为机器会拍不到。这个是我们今天的 man 牌的妆，今天画了一个这样子的眼线，我们今天还贴了一点点那个蓝色的睫毛在眼尾上，然后嘴巴也是画了闪闪的嘴巴，哎呀，长了一颗痘，然后今天扎了一个高马尾。我还是稍微改一下嘛。这是闪亮的灯球，今天对特别闪，特别在那个我们的那个换装室里面，因为它空间比较小，所以我的衣服在里面就像那个 disco 的那个灯球一样，是有灯光效果的。啊，我现在在开始补妆了啊。好了，把我新到的耳返戴上。开开心心，美美丽丽。到时候晚上再把我的锁骨擦亮一点。什么事？你在干嘛？我在亮晶晶，我要做海里最美的魔鬼鱼。看下沈梦辰的妆，黑闪加蓝亮片。哦，哎呦，这镜头也太近了吧！我是只拍你的眼部特写。再睁眼。再睁眼。哇，好美哦！真的假的？王菲，你可以再假一点。然后看我们的倩姐，看我们的倩姐多闪！哇哦，看我们今天倩姐的这个妆，哇，看倩姐的化妆师，哇、哦，给她贴了这个钻，真是闪亮，好看吗？哇，非常美。我是黄丽姐姐，我是黄丽姐姐，请拿着，今天跟我的杯子一模一样的，你们去。哎呦，真的是一样。这个收视是 OK 的吗？菲菲姐姐的 vlog， 你好，我是蓝蓝子，莹莹子姐姐。蓝蓝子莹莹子，哦，你今天贴这个指甲？对。你看青姐的这个头发真的是，我觉得很少有这种造型，因为大家也知道。对我们这种谐星很少会有机会说。不会，你今天非常美，美爆了，好美啊，小仙女。哇，哎，你这个头发上面是珍珠吗？贴了一些珍珠融在里面的。我觉得我来这个节目真的是见识到了很多发型跟很多妆容，真的。我这衣服很酷啊，那么谢谢，你们看一下白冰姐姐。我的天，你们是小仙女组。我们是美人鱼。
哦，你的美人鱼，我们是魔鬼鱼。哇，好好看啊你啊！啊，你们也很好看啊。我们是不，我们是不同的，不同的样子。我们看一下当姐，真的觉得大家的发型真的是非常整。我真的是。没有，是因为开场秀啊。哦，你们那样。对，是因为开场秀。我们圣衣姐姐，哎，这个眉毛很美啊。看一下 point。哇哦，哇哦。我的化妆师，哎，这哇，这天哪，还有小花哎！对啊，好美哦！看我们的萌姐，我爱的萌姐。那天我其实我生病的时候，萌姐就正好准备了汤。因为萌姐本身就是一个吃货，所以总能想到大家可能需要吃的这种。白的发光了，萌姐，拜拜。Close. 好了，我要去拍海报了，拜拜。姐姐们干嘛去？我们去泡吧。他腰的那个还蛮好看的，对，它大一点，就看我们的腿怎么办。你要不就是你觉得要 OK 的话，叉腰的我们就再来一张，然后就是可能就是肩膀重点，叉腰好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感觉下。好像演唱会啊，是吗？演唱会都这样吗？嗯，演唱会是这样的。嗯，你们先合掌。3, 2, 1, 0。这就是我们的舞台，船舱。哦，船舱在下面，船头。加油加油，我天气太差了，感觉没有昨天好。一身的汗，我天，需要拿下来是吗？嗯，就整个拿下来，而凡也一起拿了吧。啊，这个还是会掉，这个肩膀还是会掉。对，掉。好，这个肩膀还是，你觉得掉了吗？刚刚掉到这了，刚刚都掉了。那我还再紧一点，还是不知道。这个后它是缝缝的位置不对吗？它会改，它应该改到这里。那还是那不行，要改到这。改到这里。待会我们找郭老师。然后后面卖包的位置也需要。对，其实我就觉得按昨天的这种感觉走，因为现在没有太多的时间，就按昨天的感觉走，只是说把甜美的这种笑，这种东西收就可以了。对，因为你笑我们就全部散掉，其实把笑收掉。嗯。状态跟昨天一样就可以。昨天你们最后一遍的状态挺好。挺好的。不要笑，真的不要笑。对，真的不要笑。一点。就是那种要笑就冷笑。会。这种冷一点的笑。我就缩那一下的时候，我腿出不来，我的裙子全部挂在我的腿上，我一直在那弄，不知道是哪里挂的，很奇怪，主要是鞋底。那个都出来了吗？全部 OK 了是吧？那我就下次再过来吧。我们回去试去。我说怎么这样过来？对，你出的脚是不是收太多了？嗯，你看李三妮今天，他的化妆师给他弄了一个黑人头，那真的蛮可以的，还不错。他不用遮黑眼圈了今天。
哦，这是搓出来的吗？嗯。哇，原子，原子真的，原子很厉害，真的。要好好感恩原子，把你变得这么的帅气。没有原子，你就是一个你就是。什么？你救头，晴子她要救头发。他没有发，不行。咱就把你的头发拆掉。好烦，不想拍他了，我要走了。吃饭去，吃饭去。拍照我自己，因为我也有一个这个。这个什么船拿？你的手比较长。你看自己，真的。天，我真的揍你！要打你！哎，我是不是跟你玩的？嗨。走开！谁呀？碰我女生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要跟你桌子的人坐一起啊！跟桌子，我们再坐一起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在坐那床吗？在玩，玩80年代古早女性的那种。对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在这儿，我大王，大王，你快来抓我呀，大王！大好王，当什么成？他这样自己在拍，我们在说话，他这样。不是，这个也就算了。谢姐，没有谢姐，他学他。这是我们的食堂。每个人的餐都会放在桌子上，还有水果。我们连肉都没有，这个不能接受啊！什么不能接受，张含韵？没有肉。我们组有一个哎，你真的满头鼻环哎！什么东西啊？你还吃饭？绿豆粥、卤蛋。好啦，我要吃饭了，拜拜。节目组真的非常的贴心，每天都给我们准备不一样的东西。好嘞，一会要去睡觉了，准备下一个舞台。Menta 的舞台录完了，现在要来改开场秀的这个妆。刚刚狂错动作，我不开心了，也不叫狂错，错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，我很不开心，两边都有遗憾。我不开心，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。我怎么这么好看？让张张张张，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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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。走了，这条蛇走了。回宿舍的人，终点站到了，终点站到了，终点站到了。哇啊！我天啊，好黑啊！前面六个，一共八个。拜拜。好累哦，今天。今天我好很多。嗯，我好多了，还好，好多了。好了，我们回来宿舍了。终于到了，终于结束了，快长了个痘。晚安了，叮当姐，我好累啊。OK， 晚安。呼呼呼，呼呼呼，呼呼呼。我们大家都很累，吃个中药就睡觉了。一群药包。药包。对。晚安喽。晚安。我去洗澡喽。现在是3:12，我刚刚洗完头躺下。今天是彩排的第一天，然后搞得到好晚哦。
天啊，真的好累，但是我很开心。就是在舞台上能够唱跳，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在舞台上跳舞，整个血液都是沸腾的，像煮熟了一样，开喽。对，所以痛并快乐着，能有很多不一样的舞台，我非常开心，所以值得的。啊，还说不熬夜的今天，但是还是第一次上台，今天我们队会有，还是会有一些小问题。然后刚刚跟大家聊了一会儿，我已经没有力气再敷面膜了，我觉得我现在都语无伦次，还是赶紧睡觉吧。希望第二天起来还是元气满满的。哎呀，你们可以期待一下哟。好了，我要睡觉了，晚安，good night。